Achso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今天呢，我妈不是腰疼的厉害嘛，所以跟我爸去那个镇子上面去给他看腰去了。所以今天只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在家，我让他照顾我一天，看他会不会把我照顾的跟我妈差不多。我最后再采访他一下，我这样使唤他照顾我，会不会生气？我靠，你不得嫌弃人死了？你不去还不行，别问了。咋？对啊。我这儿热个馍馍吃啊。你听我骂你是，你哎呀，你还有原意的，呵呵啊？听我骂你是，哎呀，你还有原意的哦。原意是啥？你说原意是啥？啊。他不是因为原来有卡时间，水太多了嘛。生气吗？就是你被我使唤，你是不生气？不生气，生什么气吗？你看你这语气就是生气了。他说不生气。